茱萸的那个啊，当然发心还要配合禅定啊、解脱啦、啊、这些，他都还没有。哦，说实在呢，他的那种殊胜倒不一定是那么样子的殊胜，但是因为啊，一方面要鼓励，所以呢，常常会把他讲得很殊胜，就如同啊，这里就讲那个譬喻说，就好像如果要比赛飞，那是不是要鸟比较厉害啊？狮子、老虎都没辙了嘞。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因为有不同的什么特性嘛？啊，那未来当得的功德呢？此事不论了。将来你的功德啊，你的那个发心到底会坚持多久？这个都还没办法去论它。但是就这么这个部分就已经非常可贵，只是那个发心的可贵了。啊，所以也不是说它必然成就啊。所以呢，在第七页哈，这里也讲小圣人，他就讲，哦，如果到补处菩萨都还尚不能胜过小沙弥得无量律仪者，小圣当然会为小圣来讲话啊，因为小圣声闻圣哈，他们是非常注重律仪守戒的戒相，守戒的戒相。其实到了菩萨圣大圣法哈，他没有属于这个戒律的。诶，经律论来讲的话，大圣经有大圣经典，有大圣的论点，却没有大圣的独立的什么律点。那大圣的戒律从哪里来啊？从什么菩萨戒经来了？从梵王经啊？从经典来的，它没有独立的。为什么？因为菩萨道上就是以性空为主，以心量为主，啊，在戒相上它没有那么清楚的一个规范嘛，好，第六页第七页这里啊，也就是针对一般对大品般若经的一些疑难啊，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大智度论都会有很详细的什么解答啊。那比方像菩萨初发心，是不是就胜过了漏尽的阿罗汉？说实在，这个会变成到底是大圣还是小圣比较殊胜啊？就是说大圣是不是殊胜到超越了阿罗汉，尤其叫做漏尽阿罗汉呢？那当然，这个以小圣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反驳啊？所以在第七页，小圣就会讲因为菩萨初发心胜过漏尽阿罗汉，这个在大圣佛法里头是一个普遍的说法。那声闻圣他是不是就会提出，那在持戒方面，我们小圣比较强？哦，这个就很像开运动会比赛飞的话，那当然鸟比较行。哦，比赛跑的话，鸟是不是就不行啊？哦，就不同的性质，其实它的专长不同。哎，那小圣当然会反驳，大圣呢也会讲说这个。哦，所以这个摩诃衍论当中也是大圣论点啊，也有人这么说，说只要有发大圣心者，虽然他是避恶小人中由圣二圣得解脱者，这是不是大圣强调那个菩萨发心的殊胜啊？哦，那小圣也会强调说，在持戒律方面啊，无量的律仪来说的话，小圣比较强。那我们来看看啊，龙树菩萨怎么说？所以会有论主就会评什么？是名二边呐、啊，小圣说小圣的好，大圣说大圣的好，到底哪一个好？其实要离是二边，是名中道啊，是哈、啊、名为中道
也不是大圣争的说我这样比较殊胜，还是小圣认为他其他方面也还有他殊胜之处啊？这是不是又变成对立的状态啊？那其实应该要离是二病，二变名为中道啊，才叫做中道，而不是各执己见呐、啊。那何谓中道义呢？就如上所说的，以其有义理实故呢，应当取啊。是故说出发心时胜一切众生，何况成佛？意思就是说，其实要不落二边呢、啊，其实无有定法。其实是无有定法，也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强调大圣的殊胜，但是光是一个发心，虽然殊胜一下子，其实没有坚持的成就，是不是还是没成就啊？只是殊胜那么那个在那个发心的刹那而已。那其实我们说菩萨道的可贵，是不是在坚持啊？我们说要发菩萨心。菩萨的发心是世世常行菩萨道，不是一时常行菩萨，也不叫常行啊。是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才能够有所成就，乃至到成佛嘛。所以呢，要以其有义理实故呢，才应当取。应该要跟什么诸法实相能相应，也就是要不落二边呢、啊。要透过因缘法，因缘法在菩萨道上啊，是非常努力的，不断的耕耘。所以我们常说，只问耕耘而怎样，不问收获，收获是自然来的，不是只有透过刚开始的那么一点，就哦，收获就一大堆，这样合理吗？并不合理啊，并不合理，所以呢，初发心时，就是您。发心的那一刹那确实是胜过一切众生，但是真的要到能不能成佛，那是不是还要继续努力啊？不是就那么一念的发心而已，那个是不是就是前面讲的、虽然他发心，但只是怎样、只是什么但空发心，那是不是那个坚持力是不足的、是不够的只是有那么一点的接触，是不是还是不够啊？所以在大圣来讲，也不要去太过于强调说，哦，这一发心就胜过漏尽阿罗汉。其实人家漏尽阿罗汉也是累，也是这个累劫的修行过来的，也有他的可贵之处啊。好，那这是关于这一点的疑问。第二点呢，也有一个说法说，众生仅闻佛名而便得道，是不是只是听闻到佛名就能够得道呢？因为经典里面就讲到，在《大品般若经》的卷一里头就讲说，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啊，也就是我成佛的时候呢，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当中众生只要听闻到我的名，我佛的那个名者呢，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必然会得，也一样能够成佛的，那欲得如是等功德呢，当学般若波罗蜜，能够去累积到这样子的功德，是不是还是要透过般若来波罗蜜啊？不断放下向上，放下向上，一直上去嘛，这是经文所说的。那论里面呢，就会提到，就会有问跟什么答，好，那在问约里头，就有人问说，有的人生执佛事，正好生在有佛陀在世的时候，或者有佛法在世的时候。那在佛法当中呢，确实也有堕到地狱道去的人啊，是不是还是有啊？如同什么提婆达多啦，俱迦利啦，诃多世子等，他们也都是佛弟子呢，他是不是一样也堕到恶道里头去啊？那这三不善法来复心的缘故，所以堕到地狱道去嘛，对不对？因为种如是因缘，是不是就获得如是果报？
那此中为什么这个这部经典还说去佛如恒河沙等世界，但闻佛名便得以、啊、就能够得到呢？这样子是不是觉得，哎，在现象上是有差，是有落差？有没有落差、啊？因为这些佛弟子其实他们还生在佛世呢，啊，尚且都还会堕到恶道，那真的听到佛名就真的能够得到吗？啊，这个是不是也会帮我们问出我们心里的疑惑啊？哎，好，那论主就是龙树菩萨啊，他会设问而怎样回答啊？好，那龙树菩萨就回答说，以上所说的其实有二种佛了哈，何为二种佛呢？就是法身、法性生身的佛，第二种呢是随众生优劣所现化出来的佛，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常讲说佛以三身来度化众生，有没有？成佛以后，其实佛佛道同啊，尽虚空界的属于法身，属于法身。啊、哦，那报身呢，就是圆满的开始啊、哦。那么这个是度化什么登地以上的菩萨，还有化身，佛陀也可以用应化身来度化我们。像我们还没有登地以前，我们属于凡夫菩萨啊、哦，那是用什么化身啊、哦？那这里没有提到报身啊、哦，并没有提到圆满报身哈、哦，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哦，比较能够受用到的是什么？佛陀的化身，还有我们能够去想象佛陀的什么法身，尽虚空界的法身哈。好、哦，所以呢，这里有时候就只有提到两种身啊、哦，二种身。好，那之所以说这一句话来讲的话，是为法性深深佛的缘故来说，乃至文明就能够得度啊。哦，是因为随着众生来现化身的这个佛来说的话呢，虽然能够供佛住，随业因缘有堕地狱者啊、哦，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他是化身佛，啊、哦，化身佛是因为要与我们凡夫众生能够共业。才能够共住，才有机会来教导我们、哦、才有机会来教导我们。所以呢，这个就得看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因缘业力的问题、哦、化身佛陀、哦、佛陀呢他也无法，我们自己造业多端，是不是也必然堕恶道啊、哦、那也不是说、哦、会听到佛名就一定得度，一定能够得到了、哦，在化身方面是无法如此的。所以刚才提的这几位是不是都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啊，虽然也能够听闻佛法，却是他还是怎样堕三恶道，是不是他自己所为啊？其实是他自己所为啊。但是如果是法性深深佛来讲的话，是无事不济，无愿不满的啊。以法身佛来讲啊，那是因为法身啊，以法尽虚空界的法身来讲的话，是因为他在无量阿僧祇劫当中已经积集了一切善本功德，而且一切智慧都能够具足无碍、哦、所以呢能够为诸众生、哦、诸天还有大菩萨悉能见者，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哦、不止人，还包括天，乃至于大菩萨，乃至于这些大菩萨们都能够去感受到佛陀尽虚空界的法身、哦、那么就如同，因为尽虚空界的法身是非常珍贵，如同如意宝珠啊，是很难得见到的，但是、哦、难得难见，但是如果 有见到的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就起了一种想要去拥有他的心，是不是他就可能去努力的怎样去拥有他，就如同我们虽然国位不高，但是我们看到、啊、去体会到佛法身的可贵，我们是不是也都可以开始来累积我们的什么法身慧命啊？法身慧命，我们法身慧命的流转在哪里啊？在七八亿两世里面的什么因缘，
我们的善根因缘福德智慧资粮能不能流转，透过因缘能够流转，是不是透过因缘来流转啊？当我们这辈子的色身是不是有限的，这辈子完毕了，这个色身是不是就要处理掉啊？但是我们的七八两次是不是又投胎去了，我们所这辈子所种的善根因缘是不是跟着流转到下一辈子去？其实因缘它是可以流转的啊。那因为我们认知到佛陀之所以成佛到尽虚空界，其实是不是也都透过因缘法，也因为透过因缘法，所以呢都有机会怎样，是不是也可以人人都可以成佛，是因为透过得，所以他这里的得到呢不是说他就马上成就，而是得到因缘。在最后一行，闻名是为什么得到因缘，不是立刻就得到了。好，我们说只要听闻佛名是不是便能得到啊，的那个得到不是他的果报的得到，而是什么开始种下了得到的因缘呢？这样懂吗？种下了得到的因缘，而不是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哦，听闻佛名而便得到，有没有？就以为说啊，这样子就成就了，不是啊。所谓的成就是果报的成就，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得到因缘，理解了因缘法，开始知道我如何的去下因缘，下善因善缘啊。其实就是要善因善缘呢，因为透过善因善缘还要修道哎。对不对？是不是还要波瑞道、方便道，然后才成就了佛道？哦，好，所以在这个第七页了哈，他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其实他是化身，但是其实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去理解他的法性深深哦。哦，所以佛陀也讲。哎，佛陀他在世的时候32相80种好，佛陀说不要去执着他的相好庄严，他的可贵是不是法身的长存啊？哦，其实是法身的长存哦。好，但是呢，何以故？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一样有一些做忤逆的罪人、饥饿、盗贼、如是等恶啊。哦，就是说。照说佛陀的这个法性深深是非常的殊胜，却是佛陀出现也不是就全部都消弭了这些恶人啊，是不是照样还是有恶人啊？哦，那论主怎么样回答呢？哦，他说其实释迦牟尼佛他的本事就是讲他要出五浊恶世，有没有？释迦牟尼佛不是在净土成佛，而是在什么五浊恶世成佛的呢？哦，那为什么在这个五浊恶世成佛，就是希望能够传播这个道法来度脱众生，不是啊，不是为了他的这个富贵安乐来的关系而出现的啊。其实如果以佛以力量给予的话，是无事不能啊。但是问题是众生自己如果福德力薄、罪垢深重的话，是不是也无法得随意得度啊？哦，也无法随意得度啊。哦，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一行也讲哈，能够闻佛名其实也有能够有得到者，是不是也有不得到者啊？那也要看众生的那个因缘够不够嘛。所以我们说哎，佛度什么有缘人啊，有因缘是不是才度化得了啊？没有因缘还是度化不了，所以总说是不是还是因缘的问题。哎，其实还是因缘的问题了，哦，所以这下面也讲佛陀哈，复次佛身无量奥僧祇的种种不同，有种种方式，都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怎样得到，哦，那闻名也是一种得到的什么因缘，哦，所以闻名不但以名便能得到。那主要还是闻了以后是不是要透过修道啊？
要种因缘才可能怎样而后得度嘛，乃至才能够得到，是在讲得到的什么因缘，而不是得到的果报。哦，所以能够听闻到佛名也要有善根因缘，有没有的这种善根因缘，是不是也要启发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善根因缘要能够长长久久啊，那么才是真正的得到。所以能不能上得去，是不是还是要靠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啊，不是佛陀在上面就把我们拉上去了，拉得上去吗？还是拉不上去。哦，好，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有这样子的一些疑问了哈。那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所以也没办法再仔细的来讲。我们在第八页啊，第八页第三个问题了哈。菩萨能实满一切众生愿否啊？啊，菩萨到底是不是能够吸满众生的愿呢？啊，如果能够在第三有没有？这里就讲嘛，如果能够吸满众生愿的话，那其他的菩萨又有什么，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我们自己都能够受益的话，啊，都能够受到菩萨的利益，那其他的菩萨是不是对众生也没什么其他利益可以做？啊，这是吸满众生愿。如果不是能够吸满众生愿的话，为什么在经典里面会讲到说欲满一切众生愿当学般若波罗蜜啊？哦，也等于说到底是能够吸满还是不能吸满。哦，好，那龙树菩萨就回答说，其实所谓的愿有两种，一种叫做可得愿，一个叫做不可得愿。所以我们常讲说，哎，当我们学佛以后好像都可以满愿，其实也有点问题了哈。其实我们的愿呢，其实有一种叫做可得愿，有一种叫做不可得愿。什么叫做不可得愿呢？啊，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就像小儿在求水中月镜中像，求得到吗？求不到。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根境事上面的错乱，我们的妄想，我们的妄想，虽然明明看到了，但是得不到的。哦，是得不到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会起很多的妄想？所以在佛前不是我们去什么许愿，就那个愿一定能够圆满呢？如果是妄想的愿呢，是不是照样得不到啊？佛陀没有能力，佛陀没有主宰的力量啊，对不对？哦，所谓的那个愿能不能得到，其实也是要众因缘和合，是不是也得要众因缘和合的起来啊？哦，好，那这个是不可得愿，就是妄想啊，或者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愿望，那个是不是都不可得愿呢？所以不见得啊，就一定能够满众生的愿哦。还有一种可得愿哈，可得愿来说的话，又有两种哦，一个是属于世间的，一个是什么出世间啊？世间愿是什么呢？啊，比方这个比丘的什么四世供养啊，饮食卧具啊，这个医药啦，还有什么啊，饮食卧具灯烛所需啊，乃至于医药啊，属于世间的物质，这是可得愿，比较有限有量啊，有限有量。哦，那属于这个出世的呢，那就不是菩萨能够给的哦，是不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啊？哦，比方在慧学上的努力，在慧学上努力是要靠每一个人自己去努力耶，是吧？那如何努力啊？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是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要如是耕耘，如是获得果报。哦，出世间的愿哈，
那是要自己的，自己去努力的。但是属于世间愿，属于物质的啊，所以有财师，有什么法师嘛啊，在这个财师方面有限有量的看得到的，反而是比较可得的愿啊，反而是可得的愿哦。好，还有呢，第二个部分也讲到，若能够满一切众生愿来讲的话，那众生就变成什么有边的啊，就没有受到饥饿寒苦的人啊。因为所有一切都能够满愿的话，是不是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了？那怎么还会有一些悲苦的众生呢？好，那龙树菩萨就回答说，满所谓的满一切者的这个一切哈，是名字上的名相上的一切，非真实非实的一切了。哦，非实的一切，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方便说，那把它说的比较周遍一些，所以我们都讲一切。哦，就如同法句经里面也讲哦，一切皆为死，莫不为障痛啊，数集可为辟，勿杀勿行障。哦，这个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听过哦，所有的一切众生是不是都很啊贪生怕死啊，而且也怕被打被骂哦。那所以呢，我们要怎样呢？这个要恕己可为辟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宽恕别人，就如同宽恕自己一样。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宽恕自己啊？哎，啊，所以呢，不要去怎样去伤害众生，对众生不要起伤害的这种想。那这里一切为障痛，讲的是所有一切众生，但是。有一类的众生是不属于这种的哈，有色就是说欲界跟色界的众生是有根身的，但是无色界的众生他无身啊，他无身的话是不是就无障痛啊？无障痛哦，色界的众生哦，他有身，但是也可以无障痛，是因为他修定第六意识能够浮下来的时候，其实没有色身上的苦痛。色界的众生也是，主要还是什么欲界的众生啊？哦，主要还是欲界的众生哦。那当然，以欲界众生也有不受到障痛的呢。比方是什么呢？精神不正常的啼笑的人，常常讲说啊，这人到底是真笑啊假笑，怕看白就知哦。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第六意识错乱的时候，所传达的痛其实传达不了那个痛，因为他就是活在他第六意识的世界里面，他就不怕痛。但是我们若假笑呢，一打就痛了，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尤其欲界的众生打下去是不是就会痛啊？正常啊，不正常是因为它传达不了我的感受，因为我的感受是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它也不会胀痛啊。哦，但是呢，一般我们简单的说，是不是就是一切？其实这个一切呢？非实一切啊，并不是所有的一切呢，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怕障痛的，这样理解吗？无色界当然就不会，因为它无根，没有无身嘛，就不会痛。色界的众生，因为他修定，他也不会痛，因为他的第六意识能够怎样，能够不传达这份痛感。啊，欲界的众生呢，也有不怕障痛，是什么？精神不正常，第六意识不正常，他也不会。哎，所以这里讲嘛，所谓的一切哦，只是有时候方便说一切啊，实际上呢不见得是一切哦。就如同佛陀教我们要无我，要无我，但是佛陀是不是有时候也讲我？那是什么方便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方便说啊？哎，所以我这个上个月去弥陀寺讲《金刚经》，也是讲到中午已经很饿，大家还在问问题。
我就说，哦，我饿了，我要吃饭了。是我饿了，但是因为在讲《金刚经》的话，是不是要缘起性空啊？那个我是要转成无我嘛？啊，如果真的无我，其实也不怕饿了。但是方便说，是不是还是讲有我啊？还是讲我？哦，所以虽然这个生的来说是应该无我，但是因为在什么生活上，还是从相来说，不然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样理解吗？所以为什么叫做性空为明系，有没有？性空它是通彻的，哦，通彻一切，但是它不过我们还是有那么多的名相，这些名相只不过是什么工具而已啊，哦，是一种工具，为了要表达，要能够怎样沟通传达嘛，哦，所以呢，言说说言一切的非实一切，哦，一切都我们这个粗很粗糙的想，是不是一切众生都怕痛？但是偏偏有一些众生就是不会痛，三界都有那个不会痛的众生呢，哦，所以这里的一切叫做什么名相上的，不是真实的一切啊，哦。好，所以呢，这里说以是故啊，菩萨满一切众生所愿之为应可得者，是可得愿，不是所有一切都能够得愿，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些这样子的思考是不是会细腻一些啊？啊，哦，龙树菩萨帮助我们细腻的去思考，去看待很多的事情。啊，哦，所以菩萨心无期限，福报啊，哦，福德果报亦无有量，但是因为众生无量阿僧祇劫的过程当中，因为最后障故啊，而不能得啊。哦，有时候不是菩萨不给，而是我们众生怎样福报不够，还是得不到。哦，如果恶业现前，哦，恶因恶缘太多，其实还是得不到。哦，所以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哦，像舍利佛的弟子叫做罗平洲比丘，他也持戒非常的精进，哦，他起食六天呢都还不得，而就说他得不到食物，所以他到第七天的时候，哇，简直都快饿死了，命在不久啊，哦，那有同道一起去起食的人呢，哇，就想说要给他，因为他起不到嘛，所以我们说罗汉脱空波，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去结到善缘，人家就不会给他。哦，好，那同道一起去的人实在看不下，哦，怕他饿死了，所以就想说，哎，我脱到的给他。结果呢，鸟就吐了的灶啊，他还是没吃到。所以有时候福报不是别人能够给的，哦。好，那这个时候呢，舍利佛就赶快去跟目犍连说，汝大神力，因为那个目犍连是不是有大神通力啊，你赶快守着这个食物，不要让鸟给吃掉。所以目犍连也赶快拿食物去给他，哦，正好 要让他把食物放到嘴里的时候，诶，竟然这东西就化为泥土了，他还是吃不到，还是吃不到，那怎么办呢？哦，那这个而又哈，舍利佛呢也赶快起食给他，结果要喂他，他嘴就合起来，还是吃不下去。最后怎么办呢？赶快请佛陀来了，持食与之啊，以佛的福德无量因缘故，令彼得食啊。最后靠佛陀的福荫呢，还有佛陀的福荫。哦，所以我们说，哎，我们的福德主要是自己来，但是有时候还可以受到福荫。哦，那当然要能够受到福荫，也要有缘才受得到福荫哦。哦，所以呢，是比丘啊，哦，吃了以后呢，就心生欢喜啊，哦，倍加信敬。佛陀就告诉比丘说，
有为之法皆是苦相啊。何谓苦相？无常故苦啊。说实在，无有定法。你看那个福德因缘不足，其实还是福印不了，但是得要怎样福德大的人是不是才福印得了？就好像福德大的就像那个大树一样，它的树印很大，很多人可以躲在它树下乘凉。但是我们的福德不够大的时候，是不是就人就躲不进去啊？同样是比丘比丘之间，他们的那个修行差不了多少的时候，其实福印不了，但是就得要像佛陀这样大大修行者才有机会福印啊。所以呢，未说四谛啊，四圣谛从世间法而出世法啊，所以即时呢，比丘漏尽一劫就得了奥罗汉。但是如果有薄福的众生呢，罪甚此者如果还超过他的罪恶实在太重的时候呢，佛陀也救不了他的恶业太重了。那也就意思也就是这位这个罗频周比丘他还算是怎么样，还有一些福德在，所以佛陀还福荫得了啊，也不是佛陀一定救得了啊。所以呢，又知众生不可得故呢，要深达法性啊。就说因为深达法性空慧的缘故所以呢，诸佛无有异想分别可度是可度是不可度。佛陀完全不会去分别说到底哪一个可以度是这个还是就说这个是可以度还是不可以度，其实佛陀完全是怎么样，心常即灭啊，亦无增减啊，那个就完全是看相应不相应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菩萨欲满一切众生愿，彼以罪故而不能得啊，菩萨无救啊菩萨都很愿意来利益所有一切众生，但是如果众生的福德不足的话，是不是还是无法去怎样能够去相应到所以都还是属于不可得就说因为他的罪业深重，就是不可得，是众生的缘故，不是是众生的因缘问题，而不是菩萨的什么这个过错了。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这一些的问题非常的多，是不是也都慢慢的在厘清我们的一些观念好，那第十个部分呢，就是研读大智度论的参考资料第一花壶里面一就是大智度论的什么原文，也就是大正藏的什么第二十五第二十五册，是不是就是我们注印的这一本的这一本，正好没带上来厚厚的这一本就是大智度论的什么原文那这大正藏本身叫做高丽藏本，高丽藏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大智度论的原文那我们这个是讲义这是后官院长编的讲义是因为这些原文真的要靠自己再去对读当我们读了一段就去对读一段，表示我们也读了什么原文去感受一下这个可以在家里自己用功就不用带来带去了我们可以带这本，但是在家里有没有用功那真的只有自己知道，还有就画上去。所以说实在我读过的我一定为当为塞一点为就贼了，因为做过下过一点功夫会有印象你看都还要画车轴啊什么的但是因为这个原文本身不好写，没地方写了这本还有得写，但是我们可以去怎样去做对读的工作我们少少的这个一个月下来六堂课还不是太长，就赶快去对读一下好吗
比方一个学期或一年，哎，可以拿来看一下，有没有对读到的，是不是就很清楚啊？哎，哦，所以这是《大智度论》的什么原文？这个底本是高丽藏本，所以上面有宋代的、元代的、明代的，还有宫内省的那个图书寮本，还有石山寺本等多种版本的教刊。哦，所以呢，我们翻到第十一页哈，这下面都会有很多的教刊，有没有？我们的这本里头也是、啊、哦，主要那个教刊都是从大正藏的原本来的，上面会有很多的教刊本，哦，有很多的教刊本，哦，有元代的，哦，宋、元、明，还有宫，还有石，这几类的教本，哦，有时候会去做很多的对照啊。因为那么久以来，哦，因为也是属于宋代时候开始有大藏经，开始有大藏经的科本，哦，所以过历代就有很多的教刊本，哦，这是最原始的，哦，等于是这个原文呐，啊，原文，哦，还有呢，应顺导师也曾经标点过，标点那是另外在。哦，那个是明本的，用明本的大藏经，哦，那跟大正藏是高丽藏本，哦，跟明本是不是会有出入啊？会有出入，哦，但是因为应顺导师标点对读，哦，对这种文艺有非常好大的一个帮助，哦，那因为后官院长的这些讲义其实也都标点好了啦，哎，所以有时候后官院长就在对的时候，因为属于高丽藏本跟明本是不是也会有出入啊，也是还会有出入啊。啊，当然我们实在因为不是做学问嘛，就不用细到那个程度了，没有关系了哈，啊。所以我是觉得，哎，想想去还是以这个哈，啊，你看后官院长就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呢，啊，尤其因为有福严佛学院有很多的比丘。哦，他们共同的完成，哎，哦，我每一次的这个讲义都六七次的来来回回的修改，哦，而且是集体的创作，哦，这个很不简单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用的是这个讲义，哦，讲义就是第十页有没有？第七《大智度论》的什么讲义，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本。哦，因为这本真的包罗万象，哦，因为福严佛学院 的这个集体师生的一个集体 的这种用功下来的，哦，从2005年开始，总共，哦，我们这个版本还可能比这个更晚一些，更就每一次都做过一些修订嘛，哦，所以我们目前等于是以这个版本为主，哦，现在的这个版本。哦，那对读到原本好吗？哦，这个就自己回家努力，哦，好，那回到第九页，哦，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大智度论里面的什么注释。因为最前面也谈到过大智度论的注释里头只有北周时期的慧隐做了大智度论的书，那个书呢本身都是一个也是一种注解了，只有本身是24卷，但是现在仅存什么7卷，仅存了7卷而已，那当然后官院长也有参考这些，全部都汇集在这个讲义里头了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大智度论》的什么注释是译注了，译注。所以我们也看到有法国那个比利时人哈，这个拉姆德教授，他是用法文来译注呢。
哦，我们想这外国人实在太厉害了，我们光中文我们都已经看得头昏脑胀了哈，他们竟然是用法文来译注，哎，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寇冠院长的这个注脚里头也会哦，这里是出自于这位教授的法文译注，哦，啊，但是呢，他译出的卷数只有从第一卷到第34卷啊，哦，那第五册后面还有菩萨十地。哦，另外就是郭中生先生，郭中生老师啊，啊，他也懂法文啊，而且他本身是学法律的人啊，啊，那在《地官》的这个杂志里头也曾经发表过啊，所以他的这个译出的卷数也是从卷一到卷四。那总说，其实我们说这本讲义的可贵，就是寇冠院长已经汇集了这些能够参考的资料进来了。嗯。还有呢，就是大乘佛典有中国日本篇日本人的一些著作了。还有第十页第四个部分就是大智度论的研究专书还有论文。就像印顺导师印顺导师这个为了大智度论的作者及其翻译啊，特别有这样子的一篇请昭慧法师代写收录在永光集里面这个是正文出版社出的2004年还有日本人的这个武田浩学大智度论的研究在2005年的还有加藤纯章等等还有网络的资源第五个部分呢就是大智度论的本文相互的这个索引因为寇冠院长跟郭中生老师也合编过大智度论的本文相互的索引也在正观杂志里头第六期里面有还有就是第六个部分大智度论的笔记是印顺导师印顺导师呢一辈子其实导师有很多的那个笔记啊尤其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这本这部呢导师做了很多的笔记啊在前面前面的序有没有在讲义的再往前面寇冠院长写了序与大智度论的什么因缘第一页的最下面寇冠院长这个读了中华佛研所圣严法师所创办的三年结业在1985年秋天那么寇冠院长依旨印功导师出家1987年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那么寇冠院长一直都以大智度论为什么研究的主题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到台湾到华语精舍小住几天因为导师住在华语精舍所以他向导师请安而且请教大智度论的什么相关问题记得导师在1991年的某一天因为寇冠院长去向导师请教的时候导师呢就跟他讲说我有一样东西送给这个寇冠院长没想到拿出来的就是什么印顺导师整理最勤最详细的大智度论笔记那个都是手写的都是手写所以当时非常的欢喜那么也是动用了把这些内容等于是也是动用了这个福严佛学院师生推广教育班的学员共30多人日以继夜的把导师的笔记转成什么文字档进行了6次的校对所以也花了好几年也花了2年从2003到2004年那发行了印顺导师《大智度论笔记》的光碟，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注脚里头也会出现很多应顺导师的笔记啊、哦，笔记的这个参考资料，哎，这也是非常可贵的哦。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看的第十页哈，第十页第六个部分嘛哈，啊，后官院长也讲哈，能够读导师的这个笔记来讲的话，在融会贯通之后，以扼要哈，这导师啊融会贯通以后，以扼要短短的术语啊，收摄一大段的经文或者论文。哦，所就是非常简要的非常简要的写出这个笔记来、哦、那这个也是非常可贵的、哦、所以这里说如果我们对大智度论的内容稍有了解，再配合导师的大智度论的笔记呢，能够收什么画龙点睛之效、哎、那所以这过程当中后官院长也会标、哎、这是导师的笔记哦、尤其 有一些这个很简要的那个图解、哦、有一些那种分那个什么系统图、哎、导师 很善于做这方面 那也是非常好用的、哦、大智度论笔记、哦、那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大智度论的什么讲义讲义、哦内容非常的丰富、哦、尤其在注脚里头汇集了，能够汇集的，我看后官院长从来不会漏失掉了，能汇的都全部汇在这个地方啊、哦。还有第八个呢，就是其他的相关资料，哦，像加祥吉藏的、隋代的啊、哦，也有大品经的译书，还有呢就是法云寺啊、哦，美国法云禅寺也出版了啊、哦，这个摩诃般若经。的贯科上下册，还有科判表、哦、等等、哦、所以以上这两本书对大智度论卷35以后、哦、都 有所帮助、哦、那下个月呢这个也会我把这里面的所有科判表、哦、因为我们那个有居士发心、哦、雪华也是把所有的科判表全部汇集在一起，哎，先出第一册跟第二册，因为第一册11卷很快就进入第二册了，所以我们会第一册第二册一起出，哎，再加上今天的补充资料也会有一小本的什么科判表、哦、所以将来就可以再去对读了。